我们对你有形资产不感兴趣，我们感兴趣的是你无形资产。要多少钱啊？说吧。你能挣多少？今天的流水是2363，光成本就1820，一天赚了543，一个月就是16290，一年是195480。好算数。小妈，情绪管理呢？开了4年。嗯，4年。活了4年。请你们不要伤害我，大哥。你不会是想让我整个店吧？不不不。要钱要店，那都是蠢货的做法。